然后我这边是回音森林这个成果报告，然后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 G01， 然后很多安排的活动不好，就是我刚开始就是有很多工程师设计师热心的朋友来，可是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分享说到底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大家跟我 feedback 很多东西，然后我们开了一个 Slack channel 跟 Trello， 然后大概以后会每隔两周然后找个不好意思以后未来会每隔两周找个咖啡店，然后继续讨论，然后大家想要参与的都可以进 Echo Mori 这个 channel。 然后今天的成果，其实我想找 JavaScript 工程师来拍掌的，来写戏的，还会打壳的，所以变成就我一个人在努力写稿。所以今天的成果大概是可以线上编辑这个网站，可是还在 local， 然后编辑完之后你可以自己练习自己的口说，然后还有我们讨论出来说未来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最后是一个简单的 demo 影片。这是两位大学生帮我们录的影片。Hi, my name is Andy. Excellent. Hi, I'm Melody. Hi, I'm Melody. Excellent. Nice to meet you. 其实有点尴尬。Excellent. Nice to meet you too.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How are you today? How are you today? 不要太复杂了，很慢的太复杂。Great.OK， 所以它大概整个流程像这样，然后我们大概有收集到大概二三十句的英文句子，然后还希望继续开发，希望大家可以参加讨论，然后去咖啡店一起乱录，欢迎加入我们的 channel， 可以 call Mori， 谢谢。哦，谢谢阿旺。我刚刚这么严重。